我们都知道，四阶太阳能车僵尸能轻易击败五阶尖刺秋葵。那中文版部分植物前来挑战：五阶菜问、五阶冰龙草、五阶灌草及剑手、五阶大嘴花、四阶龙舌兰、五阶斯巴达竹、五阶奶油生菜、五阶铁锤兰、五阶虎头菇。在不使用大招的情况下，谁能击败四阶太阳能车僵尸？第一个登场的是五阶菜问，五阶菜问挑战失败。第二个登场的是五阶冰龙草，五阶冰龙草挑战失败。第三个登场的是五阶灌草及剑手，五阶灌草及剑手挑战成功。第四个登场的是五阶大嘴花，五阶大嘴花挑战失败。第五个登场的是四阶龙舌兰，四阶龙舌兰挑战失败。第六个登场的是五阶斯巴达竹，五阶斯巴达竹挑战失败。第七个登场的是五阶奶油生菜，五阶奶油生菜挑战失败。第八个登场的是五阶铁锤兰，五阶铁锤兰挑战失败。第九个登场的是五阶虎头菇，五阶虎头菇挑战成功。